果它含有人体不可或缺的150种以上的营养元素。凤梨酵素的专家研究指出，凤梨果它含有赛诺宁原酵素，可以转化成赛诺宁，是凤梨的800倍。它富含有维生素、矿物质、氨基酸、酵素，还有抗氧化的物质，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，协助体内环保，还有排便顺畅，更可以促进我们新陈代谢。